不行把你留下算了。是，我床在那边。哎，这个小孩哭是难受的。床在呢。这是不想走了。床在给我来了，我吐了妈妈现在走了。临走时候看一下牛去了，哎，不行，啊啊，行了，这个走呀走呀，念纸的，啊啊啊，要去看牛去了。去啊去啊看看，对啊。你看你儿子，他要看牛了啊啊。你走之后又给烧鸡拿一点羊肉，我说不要拿了，又给砍了一条腿。连走还看一下牛，好了，别看牛了，鼻涕，嗯，现在好了吗？我妈妈回去了，擦一下鼻涕。阿伟，哎，弄，不是，回，过来，在山上就成土娃了，回的时候又穿干净了。不能看了。那你进来，出来，我们走了。走了，手机。不好走，走了，不能看牛了，别看拉了，我们走了，看你走不走。他是啥意思？他是看牛。不能看了，走了。他真的听懂了，啊？他真的听懂了吗？看牛了。嗯。他学声音啊啊啊啊，学牛叫。手机。让奶奶别出来了，腿疼嘛，别送了，拜拜了，拜拜，高兴，跟那太奶奶拜拜。哎呀，溜，哎，走了。让几个老人走了，肯定是还有人点个提卡。外面搞得不安嘛了，高兴子。走了。拜拜。和老一样，都不喜欢脑袋点东西，是吧？有这么点好处，你真是中国娃，爸爸不点，你也不点，是吧？都点提卡，就我不喜欢点，说高兴也不喜欢点，走，高兴，走，自己走。老男人，关，嗯，关，关。